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在今天几乎全部是关于中国抗疫的新闻报道中，有一条不一样的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阿里巴巴创始人亿万富翁马云，在北京的持续打压后，已经在日本东京的市中心居住了近六个月。 据直接了解马云下落的人士告诉《金融时报》，马云是与家人一起在日本居住，已经长达数月之久。期间，曾经在东京郊外的乡村温泉和滑雪圣地度假，并且他会定期前往美国和以色列。自两年前批评中国监管机构以来，马云基本上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马云今年离开中国，恰逢中国的疫情爆发，风控升级。 而马云这期间并未在杭州的家中，他今年先后出现在西班牙和荷兰等多个西方国家，始终在国外的马云避免了被入境隔离的尴尬，也避免了他的影响力所引发的棘手政治问题。直接了解马云下落的人士称，马云在东京居住的期间一直保持低调，随身携带私人厨师和保安，并且将公开活动降至最低。 他日常的社交活动以少数人参与的私人会员俱乐部为中心，其中一家位于东京繁华的银座区中心，另外一家则位于日本皇居附近的丸之内金融区。而据内部会员透露，这家位于银座的高级俱乐部已经成为在东京定居或者长期访问的中国富豪的隐蔽社交中心。另外一位日本现代艺术界的人士透露。 马云已经成为了一名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此前，马云的好友、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蔡崇信也曾经透露，马云离开公众视野之后，日常就沉迷于画画。 另外，有消息人士表示，马云利用在日本的时间，已经将自己的商业兴趣扩展到了可持续发展领域，而将国内的阿里巴巴大权交给了新一代领导人。这也与马云之前出访荷兰的消息相一致。马云今年七月访问荷兰一所大学，了解可持续粮食的生产。马云在日本的六个月期间，也恰逢软银集团历史性的大幅抛售在阿里巴巴的长期股权。 因为软银在今年全球科技股的暴跌中遭到了重创。另外，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京东正在考虑从东南亚主要市场撤出，因为京东决定更加专注于中国的本土市场，同时减少在东南亚的亏损。消息人士称，京东打算撤出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业务，这两个国家的销售增长多年来一直止步不前。 过去八年，京东在这两个市场的扩张已经花费了超过一百亿元人民币。现在，京东正在寻找投资者接手。京东决定放弃扩张，也反映出中国电子商务巨头的增长放缓。其中一大原因是在东南亚的成本上升。东南亚投资人士表示，在疫情下，东南亚的消费者已经收紧了钱包，同时强势美元损害了该地区的本地货币，导致进口产品和燃料价格不断上涨。 一位京东东南亚的员工表示，今年早些时候，京东已经在当地裁员两百多人，并且停止招聘。该员工认为，京东在东南亚的扩张失败，除了成本上升之外，还因为疫情期间的营销活动和本地化方法不当，一些类似于中国市场的做法在当地并不奏效。京东在泰国的京东商城自退出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至2021年期间，京东泰国亏损了十亿元人民币。 而 A 股的第一股中国白酒制造商贵州茅台周一晚间宣布首次派发特别股息。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贵州茅台在周一晚间提出将派发特别股息，这是茅台自2001年上市以来的首次。茅台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二十一点九一元人民币，分红总额为二百七十五点二亿元。贵州茅台在一份文件中表示，此次特别分红的目的。 一是提振市场信心，二是增强广大股东的获得感。同时，茅台也表示，在此次特别分红之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会增持公司股票。茅台称，增持计划证明了控股股东对公司未来的信心，也是对茅台长期价值的认可。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人民币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进入俄罗斯，而在过去的九个月里，可以看到人民币在俄罗斯迅速扩张，进入了冲刺阶段。 中国一位外贸公司老板对此表示高兴。现在他的 LED 灯公司可以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来为俄罗斯客户定价，俄罗斯客户也可以用人民币来向他付款。他说这是双赢。中国的出口商正试图利用今年俄罗斯经济的快速人民币化，他们看到了货币风险的降低和俄罗斯买家在制裁中更方便用人民币付款的双赢局面。 路透社分析认为，俄罗斯的金融东移可能会促进中俄跨境贸易，对美元形成越来越大的经济平衡，并且减少西方向莫斯科施加的压力。路透社分析的数据显示，上个月莫斯科交易所人民币卢布之间总交易量激增至平均每天近九十亿元人民币，而此前很少在一周内超过十亿元。莫斯科的投资公司表示，现在俄罗斯保留传统货币。 比如说，美元、欧元和英镑的风险和成本变得非常高，因为这些货币的存款随时有受到制裁的风险。每个人都想将这些货币转换成为卢布或者其他货币，而人民币是俄罗斯人的首选。十月份，人民币卢布交易价值达到一千八百五十亿元人民币，是二月份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的八十多倍。莫斯科外汇交易所表示，由于兴趣激增，人民币在俄罗斯货币市场的份额从今年年初的不到百分之一。 跃升至现在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而相比之下，原本占据百分之八十以上交易量的美元，截至十月份，其份额已经降至百分之四十左右。中国专门面向俄罗斯的出口贸易协会表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买家开立了人民币账户，并且直接用人民币来结算交易，这是中国一个很大的优势。俄乌冲突给中国商人带来了机会。 该贸易协会已经收到了许多有兴趣在俄罗斯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的咨询。而登上人民币列车的不仅仅是这些中国的小公司。根据路透社计算，包括俄罗斯铝业集团、俄罗斯石油公司等七家俄罗斯企业巨头已经在俄罗斯市场筹集了总计四百二十亿元人民币的债券。而俄罗斯第一大银行也表示，他们在考虑发行人民币债券。俄罗斯铝业告诉路透社。 它今年已经提高了在采购和销售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还将持续上升。俄罗斯央行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虽然2022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是人民币在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中正在取得明显的进展。当然，俄罗斯的监管机构也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民币经常账户和货币存款之间的差距，以及人民币计价的贷款才刚刚开始发展。 但是与巨大好处比起来，这些风险显得微不足道。俄罗斯央行在本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监管机构目前不打算限制人民币的使用，并且会鼓励银行使用更多的人民币。而制裁俄罗斯能源的德国迎来了新的能源供应商，那就是现在正在举办世界杯的卡塔尔。周二，卡塔尔能源公司宣布已经签署了向德国供应液化天然气的协议，这些天然气将会出售给美国能源公司康菲。 康菲将把天然气运送到德国北部的城市。该项目将自2026年起至少运行15年，每年预计将向德国交付多达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自从俄罗斯的管道供气出现瓶颈之后，德国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液化天然气，并且正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上建造更多的液化气接收站。而卡塔尔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 它拥有仅次于俄罗斯和伊朗的世界第三大天然气储备。目前为止，卡塔尔的天然气大多出口到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以上就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